我在四个门牌一个梦里面呢是演 Angelina， 然后她的一个坏习惯就是她会掺杂一些英文字在她的华语里面，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其实很多新加坡人也是有的一个习惯啊，因为这也算是 Singlish 嘛，所以讲话就会好像比如说哦我去了那里啊，然后在那里做了一些 cover 什么，就这样掺杂一些英文字在里面。剧中的角色记得收看四个门牌一个梦，每逢星期一至五八频道九点钟。